那陈君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？陈君到今年是第八年。对，我们最主要是在做生命教育的宣导，所以每年到学校、到监狱、到医院去告诉大家，希望呢好好的珍惜生命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乐团的表演演出以及唱歌跳舞，对不对？是。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平常除了这一些节目以外，还有听障朋友表演的默剧，也是一绝。默剧哦，是是。哇哇哇，真的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综艺团哦。对。那么，请问一下后面的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呢？可以了吗？我们的主持人 OK 了吗？好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混账综艺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，请拍手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想呢。 在他们准备的时候呢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混账综艺团。混账综艺团呢，从刚开始演出的场次不是很多，到现在渐入佳境，每年都平均超过150多场的演出。除了在国内做巡回之外呢，我们也有机会到国外去做演出。所以这些年，我们曾经到过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。在今年6月份呢，我们又冲出亚洲。 登陆加拿大，这对混账综艺团来说呢，又是一个新的纪录，新的里程碑。好，我想呢，简单的介绍完混账综艺团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正式的将我们的节目登场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首先介绍我后面这个乐团呢，他们是由4位视障朋友所组成的一个乐团，叫做 F4乐团。那我想呢，因为他不知道现场有多少人，所以你们的掌声是让他知道现场有多少人。 也是能够感受大家热情最好的一个方式，好吧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再多一点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带给大家第一首歌曲呢，叫做《我相信》。就像海伦凯勒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信心是命运的主宰，你只要相信自己，凡事就可以做得到。”就像他们眼睛看不到一样，可以突破身体的障碍，在音乐方面有非常精湛的演出。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F4乐团所带来的《我相信》，来继续不吝惜你的掌声给他们鼓励，谢谢。
谢谢 F4 乐团。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